平常时啊，你演反派，今天给你演正派。哦，好，我来试。平常时你演正派，今天给你演反派。哦，反派无遐好演呢，好吧？反派啊，内底安尼啦，角色我分不着，我小可有咧做导演的感觉嘛，哈。平常时啊，你演查某，今天给你演阿公。唔卖个嗨啦，唔卖个嗨吼，咪啲咧咧唔好。哦，对。啊，但是你是演小弟。嘿，好。恁两个同齐教的这查甫囡啊，但是小弟又特别心专大兄呢，像这女朋友大兄。小弟嘞，但是因两个人敢是真正同老爸老母生？无同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这曲折离奇，真系刺激。来，我演老爸，你演老爸。嘿，啊，但是伊是啥物人个囝？伊是我个囝。你个囝？嘿，但是亲生的吗？伊唔是我亲生，伊是对桥后拖来。哦，安尼复杂不？复杂复杂。所以伊一世人唔要甲我叫过老爸。哎呦，安尼会使无？啊好，好，啊你演，我演啥？演阮厝内面迄阵古董。我是讲个红鸡都点？弥勒佛啊！唔系，来来，我演一个角色，拜托个啦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你演阿姑好啊？阿姑哟，哦，阿姑好，我阿姑哟。诶，你来叫伊阿姑啊？哦，我来叫阿姑，嘿嘿，好吧，好。哦，安尼，啊，我演老爸，啊，即注意哦，真正保养无得看，当然超级夜总会都看不到啊。来来来来，家庭的气氛到底要安怎处理？家庭的冲突就伫咧只发生。来，迄叫做阿爸圆梦超级夜总会版。好，预备备，开啦！阿妹啊，这风消息啦，阿弟阿小妹讲伊，今仔日就要出家个咧。啊，安尼，阿爸恭喜呢。真好真好，我甲伊讲。你关于去穿迄花罗啊，吼，啊去穿迄个低卡米衫，吼，啊尽量切瓜菜，切到较澎湃的哈。好好好，我来准备。阿弟等下欢喜者。好好好，真欢喜。啊，这囡仔咧强怪这尔久，我嘛唔知当时会倒转来。向我写一张批，今仔就要出家啊！哇，真正是谢天谢地。天宝啊，啊，您啥位啦？钱啊，钱啥来？无啦，前两天我唔是叫你五六千块呢。五六千块，五六千块哪有够开啊？来来来，天宝啊，唔是我来讲你，咱厝也唔是讲介有哦，啊！你少年人啊，咧唔都唔忙一干干，伫外口乱溜达，你嘛去找一下头路罔食一下。要找什么头路？即马外口死乞阿伯是要找什么头路？好啦好啦，就算讲你无要食头，无你嘛讲爱看做一下小生意啊无？小生来小生意，来钱啊钱啊钱啊！咱厝都。都已经拢散屁屁呀，哪够这钱摊乎你？唔系假呀，我真正无钱啊啦，该开的钱拢开了了，拢开完去啊。天宝，是创啥？安怎？你安尼对阿爸讲话？我讨钱袂使哦，管你什么代志啊？啊？哎呦，讲什么无钱无钱，甲会买猪脚面线？这是要让阿弟今仔日出个过运的啊？要让伊出个过运的？哈！你今嘛讲无钱，你结果买这物件，要让伊过问。不，你哪通做这款代志？哈！阿弟啊，今日要出家我，我你买这物件，你安尼个吃吃都。你在创啥？你哪会做对阿爸呢？我对伊安尼是干怎？管你什么代志啊！啊！你莫想讲你是我的大兄，我都唔敢对你安怎。好啊啦，莫阁怕啦，阿爸老火啊啦。阿爸，你有要紧无？我送你病院啊。我拢无要紧，我拢无要紧吼。恁兄弟啊，来莫冤家一家来当好好，安尼我拢无要紧哈。阿爸，你莫要当命过啊！你知道你要杀的无啦？你是安怎爱安尼把阿爸杀到？安怎？哈！我就知影你两个，你是不是甲你介意？
伫我无伫，我看你是伫我无伫的时阵，家己啊偷人去钓我。你莫安尼啦，莫安尼，闪啦！莫甲甲我加讲遐有话无啦，起身！我著甲你讲，拢无钱啊，吼！你起身啥来？大哥，恁两个好啊，不是咧创啥？你无你甲过来，你甲过来，我看袂落去，你叫我啥？你叫我阿姑，你目睭内底还阁有我这个阿姑吗？哈？不要紧，你若无要承认这个是你的老爸，你就甲当作讲，伊是甲你请养大汉迄个后节。你敢袂使对伊较礼貌的？敢袂用的？口口声声就准备等来提钱，你的良心是伫倒位？不要紧，你听好清楚，今仔日我著做一解讲予你。清清楚楚，伊毋是恁老爸，但是伊请养你大汉。迄阿弟啊是你的小弟，虽然毋是你的亲小弟，但是当时都是你的后爵。叫阿弟啊，放弃伊心爱的人，互你做某，你今仔日才去娶到阿妹啊！阿孙啊，莫讲。阿兄，你和我讲两句。当时都是你这个后爵。叫你迄个小弟去承担着你的罪，去替你去关，啊无今仔日坐监的人就是你。今仔日若不是你这个后爵，伊去替恁老爸行遐所有的债务，去救你迄个破病的老母，伊为着要互你食，要互你穿，要互你受教育，伊去卖血。伊卖血卖到伊去感染着这个肝病，今仔日这破病破到安尼，伊今日就是为着你，就是为着你，才有法度让你徛在这，徛在这你才五亿啊！安尼你听有无？好啦，阿孙啊，你免甲伊讲遐济，我阿爸，阿爸，我家己的身体我知影，我搁食无偌久啊。我一世人即马为了心愿，若会当听到天父啊叫我一声阿爸，安尼我死望嘛愿过啊！阿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！天父，你阿爸已经讲到安尼啊，你咧死因还阁歹叫伊一声阿爸哟！我无大，不要紧，你叫袂出来。敢讲今仔日我这个做阿舅的，伫个车卡哩开，你怎要叫伊一声阿爸？不要紧，我跪，我给你拜托，我给你拜托好无？我给你拜托，阿舅你，你别搞为难好无？Yeah.
之前，你希望我甲你叫一声阿爸，我即马阁甲你讲一声，阿爸，希望后世人，我该当做你的囡仔。